在比那个地位啦。哦，像最近那个，因为那个《还珠格格》一直重播嘛，嗯嗯嗯，它里面就有一组人嘛，就是真的超不合，嗯，而且就是其中一个女主角是跟另外一组的男主角谈恋爱嘛，嗯，所以那其中一个大陆的那个跟他配对的那个，因为跟剧组的人都不合，嗯，所以几乎就全组人背葛他。是那个来台湾然后宣传突然自己跑回去的那一位吗？对，哦，周先生就对了，又呼之欲出了。周先生听说，苏先生说好像周先生常挡他的光啊，或者是什么，就会变成说好像大家同仇敌忾嘛，因为哎你欺负我们台湾人，好，我们就大家一起欺负你回去，其实这种状况最多。其实真的荧幕情侣不和哦，有很多的状况，甚至都闹上新闻大版面，一起来看一看。